既然说我背叛了五族同盟，做了魂灭生他的奴才，那宝藏怎么会在我手里呢？小爷，我逃回萧家，只是想看看我儿子。你们要宝藏，找魂灭生要去。云宗主，魂灭生。 让我给你们五族带来一句话：黑暗交织，你也怕了？其他家族的人追来，说他是叛徒，说他杀害了药师子，吞噬了我们派的宝藏，逼他自杀。 夫人即使如此，也不能洗清萧家的污名。你们是连体兽类比武啊？认为宝藏一定在我这儿，你已经把萧家拖到万劫不复的境地，难道还要私藏宝藏不成吗？那我就给你们个说法。
我叫萧炎，是这个大陆上最后一个飞尘。小薰儿上场。现在还有资格让你这么叫？小云哥哥，你曾经对薰儿说过，要能放下，才能拿起，提放自如，便是自在人。我们回去吧。夏言哥哥，喝水。瞧瞧，嘿，废物倒是挺努力呀。别听他们的，夏言哥哥，你现在这么努力修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流的斗者。可惜再怎么努力也是废物。哟，说你的废物，不服啊？是不是不服啊？啊？干嘛？问你是不是不服？小废物还敢动手？斗之气稀薄的像个小孩一样，还要女的护着？老爷，纸箱白片5钱。啊，好。又打架了？
到了。爹，你抄我怒视狂罡功法，我要打败他们。你不是那块料，我可以没日没夜的练，我比他们都要努力。就算我退步，我也不会像你一样，自己废了斗气，躲在这里看账本。尺子。你的嘴，自己打。跟我来，走走走。少爷，少爷，老爷让你回去一趟。哦，好。爹，你来了。这位是萧家药铺的掌柜万先生。哦。爹，您找我什么事儿？以后斗之气就不要练了，跟着万先生到药铺去当学徒啊，拜他为师，打理药铺的生意好了。爹，我要当斗者，过段时间我们就要考迦南学院了，如果考不进学院的话，以后是没办法当一个好斗者的。你不是这块材料。我是。我是。今年斗之气大会，你第几名？斗之气几端？爹，我一定会练成的。你别让我去当伙计，我比任何人都要努力。我做梦我都在练功。万先生，您请上座。啊，我。您请上座。来，请坐。来来来，现在你在这儿奉茶，跪下，给万先生行大礼，认他为师以后打理药铺的生意。爹，我不当伙计，我要当斗者。我今年练不成，我就练十年；我十年练不成，我就练二十年。二十年练不成，我就是练到死，我也要当斗者。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让我当伙计，你别让我去当一个伙计啊！孩子，你这样的资质，做了斗者死得更快。如果你出了什么问题，我没办法向你娘交代。认命吧。来，拜师。不，我不。好，
你精贵，那我要替你。缺乏管教，让先生见笑了。请饮下这杯茶。老爷，带他回去。都记准，不许他去。后院呢，是囤药材的地方。那边存着的呢，都是药酒坛子。哎，记住了啊，这特别贵，你可别摔碎了。来，现在先把这个聚灵草炸了。哎，你别抓那么多呀！把药草压实了，再下刀，切碎点儿。哎，我听说你练过，我平时啊也喜欢打几下。前一阵我在斗技馆墙头上偷学了几招，我打下给你看啊。太没出息了，跑到药铺来当伙计，就你这样，练到八十也没用啊。哎，你慢点儿，这都弄坏了，师傅又该乱打人了。你把炸好的聚灵草送到斗技馆去。哪个斗技馆？当然是萧家的斗技馆了。组长吩咐过，说他们要考迦南学院，然后每天需要补充气血。啊！
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是你师爷爷。师爷爷早在7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是鬼吧？你刚刚说谁是鬼啊？我，你不是鬼，你不是鬼，是什么？师爷爷，师爷爷！师爷爷，你真的是我师爷爷？嗯。可是，你不是7年前就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还出现在这里？7年前我把自己封印在这里，所以对你们这些外面的人来说，我确实是死了。外面？那这里是哪里啊？你所在的纳戒里。你们在我的纳戒里？跟我来吧。外面的人呢？怎么想也想不到，他们这么多年一直想要的星陨阁宝藏，一直都在一个傻小子的手里。我啊，要是再不佩服自己的神机妙算，呵呵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星陨阁的宝藏在这里面吗？是啊，当年你娘拼死把我救回来，我怕这些传承千年的宝藏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就叫你娘全部搬进来，跟我一起封印在这里。不过这些年，我两个徒弟，一个投靠魂殿，一个自杀身亡。我呢，孤零零的躲在这个戒指里。哎，不过还好有你，要不是靠吸食你小子的斗之气啊，说不定我早就魂飞魄散了。你吸食我的斗之气？是啊，我天天练，天天退步的斗之气，是你吸的？嗯。你每天都吸吗？你是不是刚刚还……娘！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些年因为斗之气全失，我受尽了侮辱啊，都是因为你！为了救你，还有什么星陨阁的宝藏，被那群人白白逼死，白白逼死！你知不知道，你竟然躲在你大街里，你不出去，出不去嘛？再说我现在斗气没恢复，出去也打不过他们呀。害我娘，打死你这个老家伙！熊孩子，怎么对师爷爷没大没小，动手动脚的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敢跟我出去吗？出去？去哪儿？去报仇。云山、燕落天，所有逼死我娘的人。不去，我才刚恢复呢。师爷爷，刚才不是叫我老家伙吗？你可别跪啊！我一看见人下跪，我就紧张。这样吧，你也别着急。让我先休息休息，恢复元气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干，啊！做不成斗者，那卖药也不差，啊！别说炼药师了，啊！就算，药行商人啊，跟药铺掌柜的，啊，也是高人一等的，啊！人上人，这受人尊重有什么不好？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你琢磨琢磨。
你小子还真不够意思，自己跑出去溜号，还害得我挨顿呢。哼，行了，这活啊你干吧。嗯，哎，酒呢？哎，起床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酒上哪儿去了？说呀。提提呗，裤子掉了自己提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这套拳呢，是我娘教我的，而我娘是您教出来的，所以这套拳我要是打错了，那就直接是您的责任。而且再说了，您是何等人物啊，是不会白白的喝我的酒，对吧？哎，你这道拳不错，上茅厕呢用来赶赶苍蝇啊，那很合适。可惜如果斗之气的基础再好一点，这道拳打出来效果不一样。是，我娘也说过，斗气大陆要以气御拳。只是啊，我这七年来练的所有斗之气全让您给吃干净了，我一点都不傻，我的技术怎么好？再加上您老人家修养了这么多年，吸了这么多斗之气，依然还是不行，只是拿嘴说说，这我能理解。
看好了，小子。这套长拳是当年斗帝留下来给五大家族的人启蒙用的，看似简单，但这一招一式都要斗气盈满。你学得会吗？想不明白，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会死在那里？你斗气那么强，为什么还要我娘拿命来救你？魂灭生真的就那么厉害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最强的斗技吗？是人心，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几十年来处心积虑的算计你。当年要不是你娘救我，我可能就真的会死在最亲近的人手上。天下第一，天下第一却要一个女人跟一个孩子护着，好不容易偷点酒喝，还要让你替我挨打。这就是你说的天下第一？哎，报仇报仇，每个人都喊着要报仇，可我现在啊，连报仇的心都死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你也在药铺里当个伙计吧，这样子挺好。我做不到躲起来当一个缩头乌龟。你说谁是缩头乌龟？你说谁是？当年为了你死了那么多人，我娘被人白白逼死，我被你吸了七年的斗之气。七年，你让我在药铺里面当一个伙计，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三十六道药方，夺了天地的造化。萧家本来就是神农氏的后裔，你做好炼药师，在加玛帝国，不管任何人都要敬你怕，不敢得罪。照这上面修炼，还可以长命百岁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炼药师我肯定会学，但是我还是要当斗者。加玛帝国三百年才颁发一次的金牌，你拿着这个金牌，在加玛帝国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百万人马呼啸而至。你拿它，每天泡泡小妞，喝喝小酒，怎么样？这么行？不许这样跟我说话，别忘了，我是爷爷。不是你逼我讲。喂。你就这样丢下我，对得起你娘吗？那就给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娘给你的礼物，以后无论什么情况，都要好好保护这个娜姐。我娘走前嘱咐过，一定要保管好这枚戒指。
我会一直带着他的。九儿，你要是想喝就喝，反正我耐他，就当是我尽孝。我从不欠人的小子，敢说我脾气不好，一巴掌拍死你！欠我的多了。爹，你叫我。几年没见嫣然了。嫣然来了。纳兰家正在选拔人才，来乌坦城参加迦南学院的考试。我放你家，买一些礼物，去看看嫣然。算了吧，我现在这样。婚约是你爷爷和纳兰家定下的，现在你和嫣然都长大了，应该让你们见一见。这是我给纳兰族长的拜帖，你带上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好。萧家的事情难办得很呢。萧战他是个倔头，古河还有些事情要办，就先行告退了。爷爷，谁惹你生气了呀？这是你师父写给我的信，派了四个弟子来，八百里加急送过来的，说你的婚事，云山宗主说的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斗技馆送水的，不是您送不了几天水了，少爷，就是小的再服侍您一回吧。啊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裁缝已经来了，在厅房等你呢。什么？哎，老爷呀，想在迦南学院开学之前把你和纳兰小姐的婚事给办了，下个月呀选个吉日成亲。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再过五天呢就设宴定亲了。怎么样？随便了。都成亲了还不高兴啊？倒也没有不高兴，就是感觉跟做梦一样。找人抄录，按照拟好的名单送给亲戚朋友们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来贵客了，云岚宗首席炼药长老丹王古河求见。丹王古河，丹王古河驾到，姓何，如之。萧族长降阶相迎，古河受宠若惊。请。谢族长。萧族长果然是武人风范啊，这书房也是别致的很啊。古兄啊，请讲来意。萧兄，这是一点小礼物，还请萧兄笑纳。这是一颗六品神药，可以活死人，肉白骨。当年萧族长被逼斗气全废，那些是非就不要再提了。丹药吃下去，斗气虽然不能恢复以前，但是恢复六七成还是很有把握的。送此重礼所为何事？
请古兄明示。匍匐来战，不惧纷乱，地磨天旋，神灵涂炭，长恨苦练，付出水面，此生可见飞白如莲。恕我心愿，长梦难圆，对我诺言，尽力修建，凝固瞬间，炼狱容颜，终身一跃，无恩无怨。